海外华人团体代表，本着弘扬道教武学精神，鼓励青年后学，用以启发、观摩、乘船，共同参与盛会。有请四川崆峒派代表魏纯阳，魏总是北平、天津及河南、河北省龙门派代表天心。我从来不打女人，赶紧回家吧。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呢，就是瞧不起女人。如果被这枪打中，那可不得了。你要是碰上这样的对手，就不要打了，没输算了。难道你认为这姐姐一定会输吗？美国道教协会华裔代表唐宁，台湾省上清派代表，别太应该，只是见识见识，别太远，打不赢就认输啊！爹爹，我耳朵都起茧了，那就别用耳朵，看我的手。
名胜。玄德对阵山东蓬莱派代表张扬，李玄德胜。今天最后一场，美国道教协会代表唐宁。你看，接着爸爸说过的，打不过就认输。好了好了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，你也尽力打，不要让你爹爹失望。唐宁胜。石大哥，我们今天终于可以一起站在这里了。宁儿，我们可不可以不打？我认输好了。你答应过我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许说话不算数，骗人是小狗。你
多站一分钟，我站多活一分钟。Stop!